是中国时报的摄影记者，之前在台北，民国84年的时候我被派到台中来，那主要工作是负责中部地区的摄影工作这样。台中以后才开始拍棒子，差不多11、12年前。台北比较专业分工嘛，然后来台中以后，你什么都要拍，有时候一年拍差不多70、80场。因为我以前也打棒球啊，我少棒、青少棒都打过啊，我打二垒手啊。拍棒球是很快乐的东西、啊，因为跟别的新闻不一样，我们可以看球，又可以拍照，对工作又可以看球，这样。其实算是很愉快了。他是应该是文件会拨钱吧，这里整修，然后。他就是要把铁路局也是旧仓库弄成一个艺术家，给一些艺术家进驻的，给大家来台湾来观赏，然后去了解艺术家的创作，这样各种类型的艺术家都有，有装置艺术，有画家。When you look closely.They look like they are inside, but when you move back, you can see that they look like outside. But before I come to Taiwan, I study in England. My brother lives here. I come to visit my brother, and then I just stay. It seems like an interesting place. All the young Taiwanese artists, they make new art. So I think it's a very interesting time for Taiwan art.They love in the long hot summer sunset. A teacher fell in love with me, what she cares of my time. Holding hands and painted flags and we spent the late that day.早期应该是建商要造街，金明商圈嘛，要把它繁荣起来，这样造叫做艺术商圈这样。这里主要是打造休闲浪漫的一种精品商圈，造街成功哦，人潮多，那房租贵啦、啊。对，房东一看哦，我有这么多人潮，但是涨房租。哦，对啊，房东都涨房租嘛。所以说，一般店家对造街他也不太想投入，如果说不投入，又觉得没人潮没落。啊，人潮来了，就房租涨了。对，房租涨了，对，他也很紧张，就是矛盾中。啊，那个人走了这样，他偷车，他偷车，然后被警察追这样，因为他偷车就对了，哦，偷车逃逸就对了，肇事逃逸这样，他肇事了才要逃，可是逃的过程还要撞了一个被人撞，我们撞医院，所以有生命危险这样，啊、哦。这样的进步。
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啊，中哥带动我们台中县市的繁荣哈，也希望呢各位年轻的朋友哈，来中哥哈，来这里找你们的职业哈。良木而栖的哈，在此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哈，在今天呢能够啊，能够找到你所心目中所理想的这样的厂商。这边的工作机会都已经越来越多了哈。我们现在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。台中是要征教师，才100多个名额，10000多个人报名，这都是找工作。台中征才这次算是报名人山人海。中科的话可能会带动一些吧，整个中科从它开始破土一直到现在，每一个厂一个一支箭都好快，破土开幕或者落成就去拍照啊，然后就看到哎没有哦，都不一样了。那二厂又开始盖了，吓一跳。我女儿她现在读国中三年级，今天是她的这个舞蹈演出啊。这里跳已经差不多3-4年，因为他自己喜欢，不是我们强迫他去。他说他还喜欢跳，我没有，从来没有强迫他去什么。他希望考舞蹈系，当然这是一个梦啊，不一定是。那不一定说他就一定要做一个很好的舞者或怎样。你只要对舞蹈有兴趣，我其实你认识舞蹈就很值得了嘛，对不对？定居了，我觉得台中好像很好过日子，在一级这样哦。台中好像很多地方都很大很宽阔，给你感觉很像真的是压力没有那么大，身位都不会痛。反正他们叫我回台北嘛，也不回去了这样。